嗯，跟合作这么长时间了，每次跟谦儿哥聊天都是我最开心的事情。就我们愿意聊。我认识他的时候十六七，是那会儿来说，我们这样的叫北漂啊，就漂在北京啊。到了北京，羡慕人家这样的。我是北京人嘛。啊，那会儿在专业的曲艺团体，有个单位，一个月挣800块钱的工资，那就不少了。羡慕。后来一想，人家于谦应该挣800。怎么我就应该挣800呢？你看有一个成语说的好吗？怎么说啊？千儿八百的吗？千儿八百的就是我应该挣800。挣800，到了北京对我很照顾。哦，带着我这儿演出那儿演出去啊。嗯嗯嗯。那会儿，实话实说，80年代末期。哦。看什么都新鲜。那没见过什么啊？哎呦，我记得带我到那个五星酒店去演出。那时候五星酒店很少。80年代末，我们一说住店还得是国营旅馆呢，就是招待所呀，就是那个玩意儿。对，哪像现在似的各种快捷酒店很丰富啊。嗯，那会儿没有。嗯，五星酒店去了就傻了，没见过。哎呀，真好。到人那洗手间，谦儿哥，嗯，你看人洗手间小便池啊，比你们家吃饭的碗都白。哎，没听说过，有这么比的吗？没见过呀。啊，小便池里泡着那个球。啊，粉色的、绿色的、红色的，洗涤的。看看这个，嗯，谦儿哥这是干嘛的？我解释一下，谦儿看看，嗯，这就是，嗯，谁横着那糖掉了啊？我没见过，就胡解释啊？咱我真信呐，哦，就信了，我真信呐啊，嗯嗯，接完手出来，在外边等着他啊，一会儿于老出来了，嗯，哎，我呀。那是我真信了，那是。嗯嗯，不知道绿色的什么味儿。哎，对，再回去取去。嗯、一晃啊，半辈子过去了，真快，是不是？嗯，我认识他那会儿还小伙子呢，这都年轻，小脸蛋儿一掐一兜水啊，嗨，一掐滋嚯嚯，好家伙，墙上写着“妙手回春”。哎呀，嗯、你这掐到膀胱上了，这下。嗯，不要说的那么恶心。现在后台刚才我看着呢，鬓角都白头发了，不少了，真感慨。嗯，也别说他，我也是，都一样。原来站台上说相声3个钟头5个小时，不觉得累，就是年轻啊。现在站时间长了，腰酸腿疼啊。嗨，连他媳妇都说我。我媳妇说你什么呀？你现在可不如原来了。谁说的呀？干嘛非我媳妇儿说呀？这个高峰的媳妇儿也说，是啊，孙越媳妇儿也说，嚯，你这当你说好多说相声媳妇儿都说，你这朋友交的广泛，那我得累死呢。这行，玩笑说玩笑，嗯，希望谦儿哥身体健康，谢谢您，您得多活些年，哥哥。哎，我听您的，您真有个三长两短，你那一大家人都得我管，我用不着。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，是，但也是最难的。嗯，啊，都说了，我们是个语言的艺术。嗯，什么叫艺术？哦，这个还有解释吗？艺是艺，术是术，细说说。艺是演员的能耐，哦，术是把能耐卖出去。哦，有艺无术那叫诈骗。嗯，有术无艺那是商贩。都不对，那当然。哎呀，我这个东西，我这个艺这么好，那么好，从人文的角度、美学的角度、这个角度、那个角度，如何如何，这么好，那么好。嗯，你说卖票卖1毛钱，观众扭头走了，不看，你就叫诈骗。哦，为你花1毛钱都不值，你有什么脸？你还跟人谈艺术？也是，对吧？嗯，单有的树摆个摊卖花，嗯，卖条是卖菠菜卖白菜，一样有人买。啊，这里边不涉及到艺，你只是一个销售。啊，对，它不是艺，只有合在一块儿才叫艺术，这有道理。说相声其实有窍门，还有窍门。第一是活着，啊，那是是是。第二是忍着，您怎么解释啊？活着很重要啊，是吗？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，嗯，你把那三个人熬死了，你就是艺术家。是啊，这么解释。25死一个，啊。31枪毙一个，嚯！40拿车撞死一个，呵，就剩你一个人了。嗯，你连个人话都说不利索。哦，你活到90，你就是艺术家。怎么就艺术家？你有话语权啊。哦，那仨比你能力大，那在盒里边了。
对，没法抬杠，所以一定要活下去。嗯，活下去很重要，这是重要。第二，嗯，忍着，忍着怎么讲啊？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怎么叫忍呢？该忍一定要忍。哦，不值啊！你只要忍着，你就看唐僧了吗？唐僧就这一道路过九妖十八洞，洞洞闹妖精。嗯，忍到最后，求取真经，哦，成佛了。艺术之路也是如此，也得忍。你只要忍，早晚你能上西天。嗯、我忍死了，我这个、嗯，我很多地方，嗯，跟唐僧很相似。怎么相似呢？第一，嗯，我们都有很多名字，名字多吗？唐僧，嗯，三藏，哦，玄奘。法师啊，玉帝、嗯、是玉帝哥哥，嗯，嘿，师父，哦，对，徒弟们喊师父，嗯，哎，我也是，您也有吗？徒弟们喊我也是师父，这也有，哎，人有尊称，那个郭老师有，其实咱不敢当，嗯啊，有张云雷的粉丝，他们喊姐夫，啊、哦，对，嗯，你看看，你看啊、嗯，有郭麒麟的粉丝喊爸爸，还是喊爸爸的多，有、啊、有于老师的粉丝喊祖宗，没听说过。没听说过，辈儿太小了，我这个。这是我跟唐僧相似之处。哦，这都一样。哎，还有第二点，我们都是为祖师爷打工。哦，给祖师爷干活，替祖师爷传道，替祖师爷收徒弟。嗯，祖师爷还不管饭。嘿哈，这祖师爷够狠的啊。嗯，第三，嗯，我跟唐僧有一个相似的地儿。怎么？都让妖精惦记着。这怎么讲呢？吃一口唐僧肉，长生不老。嗯，骂一句郭德纲，大红大紫。哦，你还真是这样。那是你，你看吧，蹭 WiFi 还嫌网速慢。嗯，啊，最重要一点，我跟唐僧一样啊。还有，他身边有一个猪八戒。哦，嗨，我不跟那位比了，就玩笑说玩笑。嗯，相声不容易，是我们还得好好的努力。应该四门功课。嗯。脱鞋就唱，嗯，脱鞋就唱、啊、什么？说学逗唱，说学上炕，上炕干嘛？脱鞋是脱鞋，就不脱鞋，不上炕啊。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，对，嘴里得干净，嗯，无论坐在哪儿，哪个角度，观众不管您是坐着的、站着的，嗯，底下的、上头的啊，天花板里头的是吧？没有的，电工啊，电工那是耗子啊。嗯，无论在哪一个角度，每一个字儿，嗯，都得送到您的耳朵里，这应该啊，嗯，说话不清，钝刀杀人，这不行，是嘴得干净，哎，还有很多基本功呢，嗯，我们的基功，说学逗唱啊，唱，唱，唱指的是唱太平歌词，对，这是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，本门唱，因为之前我也确实在台上说过这个，哦，我说学逗唱啊。唱是唱太平歌词，嗯，为什么呢？唱京剧、唱评剧、唱梆子、唱歌，那是学，嗯，因为人家有专业的演员嘛。哦，郭德纲唱一个梆子，唱一个评戏，唱一个歌，你一定是有专业院团的人在唱。哦，所以我们归在学里边，就学人家嘛。唯独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，自己的唱。当初我年轻气盛，我在台上老说这个啊，不会太平歌词，你就不是一个专业的说相声的，嗯，得罪很多人。是，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，一晃我也这个状态，这个岁数了。哦，提起这个问题，我很有感触。自私一下，我说的对。嗯，嗨，你不会就是不会呀、啊，你不能因为你不会，我改了规矩呀、啊。嗯，弄不了假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太平歌词，于老师那会儿为了唱太平歌词，在太平间住一年多。我啊，我在那儿学的太平歌词，好几回都差点烧了。嚯、哦，太下本了！太平歌词唱，太平间当当当唱、哎，唱完了还得喊哦，有不服的坐起来。好家伙，你坐起来我就服啊、嗯，扶着你躺下。所以我们今天请于老师唱两句太平歌词。对对，人家爱听您唱，唱一个什么呀？嗯，我这直说太平歌词，你说叫小帆。保安给他弄出去、嗯、什么寒心算卦，哎，你看这是有明白人啊、嗯、保安别弄，先弄这个，哎，好，都弄出去，这个明白人先弄出去啊、嗯、唱几句，你们尝尝好不好，哎，嗯，唱一什么呢，嗯，
会的实在是太多了。嚯，这难就难在这儿，就跟你们出来的时候，要是趁一柜子衣服啊，你且挑不出来。哎呀，我没有衣服穿，要就那一个裤衩好办，那就别出来了啊！不出来不行，还得上赞比亚当皇上呢。好家伙，那还趁一碗棒子面粥，嗯，那叫恩西玛。隋炀帝无道行事凶，好，嗯，一句呀，这自个儿叫好。为什么唱一句呢？嗯，让你们先尝尝。哦，太平歌词难在这儿了，他没有乐队，哎，也没人帮衬着，全靠自己。嗯，最难就是这个，是啊，你这是一百人大乐队啊，啊，连钢琴在这在哨什么都有，还有哨啊。乐队嘛，有挣得多的，挣得少的。哦，弹钢琴的一场150，啊，吹哨呢一场3毛。呵，好，因为他不用雇一搬家公司，啊，贵贱不说，合到一块儿去嘛。啊，那是他们的事儿啊。一吹哨，钢琴就开始弹。哎呀呵，所以说我们从小就学的是这个。哦，这个是我们的基本功，说学逗唱的唱。是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再唱什么，嗯，都算是学。哦，啊，那会儿没事的时候。满处去找老师去，让人教，嗯，啊！那会儿来说，还得锻炼肺活量。肺活量，你肺活量不好，你唱不了啊，根本就。嗯，我这个肺活量就是那会儿他大妈教的我。我大妈怎么教？得跑跑就能有肺活量，跟着我来。哎，他大妈拿块砖，我后边跟着。嚯，你这偷人玻璃去了是怎么着？所以说没肺活量唱不了这些个。哦，你包括现在张云雷老唱那个探清水河啊，是啊，这都属于唱学唱里边的。嗯，啊，岳云鹏老唱的什么送情郎，嗯，就这类小曲儿，于老师也学过这些，我们小时候一块儿，这都我有一个小曲儿，于老师是最爱。您很多小曲儿都爱。不，您有最爱的哪个？青楼悲秋啊，我喜欢那曲子。你喜欢那地儿？哎嗨，很多小曲儿其实过去都是北京天津的小曲儿，嗯，但是大伙儿种种原因吧就都失传了。哦，要感谢东北二人转。怎么好些个，你比如说探清水河，嗯，那是正经北京的小曲儿，是没人唱啊，后来人家二人转还保留这个，人就学，当然唱法有调整。嗯，但是也有人说，咱也看过有些专家说了，嗯，探清水河这是摇调啊，这个妓院里边唱的。嗯，其实这是瞎说。不是，过去这个青楼女子啊，客人来了就是陪人喝酒唱一唱，什么都唱。嗯，贵妃醉酒她也唱，京剧她也唱，是她会什么唱什么。你不能因为她在那个环境唱完了，这东西就算摇掉了。嗯，咱得讲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没错，没错。来帮客人，我要听京剧，人家这四个青楼女子给唱段京剧，你不能因为这个把京剧就归了摇掉里边，你这个不讲理，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。嗯，啊。所以说很多小曲我们都爱，包括咱们刚才说的青楼悲秋，恰恰是青楼以外的人唱的。是吗？青楼熟悉吧？你看他忘了，那会儿他小。什么叫忘了？他成长的地方。好嘛，青楼，嗯，当初是那个地方，后来新社会没有了。是啊，当然前些年有那个类似洗头房的地方啊。嗨，这个我不太熟悉，会待会儿让谦儿哥给你们讲。嗯，我也不熟悉。嗯，洗头房20年前那是喜闻乐见的一个群众业余活动的地方。什么叫业余活动？一个小房间，有玻璃门、玻璃窗，屋里点一个粉色的灯，啊，里边坐一大姐姐，画的还挺俊啊。嗯嗯，跟屋坐着，嗯，你打那儿过，他敲窗户喊你，喊。谦儿哥确实从那儿经过，但是没进去过。当然咱不会进去，单纯善良。是谦儿哥打这儿一走，嗯，走过去了。哦，这里边那大姐敲窗户喊他。哦，噔噔噔啊，玩会儿嘛。嚯，谁玩谁呀，啊，这个好不是这么粗的声儿呢，能把谦儿哥吓着啊。 啊你看多少钱？别问价儿，我就不进去，还问什么价儿啊？这是这已经都取缔了，没有了，嗯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嗯，旧社会有风化场所。对了，很多有技术的女人在那儿工作，你就别起名字了。嗯啊，反正后来有那个时间长了，嗯，不想再从事这门工作了。哦，要跳出来。嗯嗯，那个词儿叫从良。是的，
就是嫁人寻一夫找一主，嗯，过日子，哎，所以这个小曲儿反映的是那个状态。哦，青楼悲秋。那您唱唱，那挺好听的啊。嗯，今天我唱给于老师听的这个。哎，您别客气，大伙儿都欣赏。皓月呀，当空啊，如同波舟啊。有姑娘们坐就在青楼啊，斜倚栏杆两泪交流。我有心从良啊，跟着那庄家哥们儿走，怕的是起早贪黑不得自由啊，一顿一个带眼的窝窝头。我有心从良啊，跟着那说相声的走，怕的是浪迹江湖不得自由啊，他抽烟喝酒还要烫头啊。怎么唱着唱着又往我这儿拐过来了？要不他打小就爱这段呢。哎，跟我有关系啊。这是小曲儿。嗯，这些个呢还属于是我们曲艺的范畴啊，小曲儿。但是唱戏也都是我们的老师、嗯、啊，都得学呀。说相声得会唱戏呀。是是是，像我们小时候在团里边、嗯、那会儿涉及到这段相声里边涉及到京剧了，哦，那会儿老师就给我们送到京剧团去，就去学一学。这段涉及到评剧了，嗯，就送到评剧院去。这栽培嘛，这他那会儿老上那个京剧团。我喜欢唱戏、啊、那个人缘啊，谦儿那会儿一送到京剧团，一进门一大帮老头就把他围上了，这熟极了。那是烧锅炉的王大爷，嗯，扫地的赵大爷啊，做开水的孙大爷。我怎么全是大爷？就这帮老头爱他爱的跟老伴儿似的。没听说过。我小的时候竟学评剧。哦，您喜欢评戏。哎，老师就给我送到评剧院去。评戏一进门一大帮小姐姐就把我都围上了。全是小姐姐。唱花旦的，唱青衣的。哦，哎，小的十七八岁，大的二十出点头，六七十小姐姐就把我围上了。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、嗯、大爷们会吃醋的。哎呀，嗨，别提大爷了。哎，为什么要都学呢？嗯，它是因为每一个曲种每一个剧种发音位置是不一样的。哦，这还有区别、啊、对了，它每一个位置有的地方吧，它吐字是一种方法、哦、行腔又是另一个状态、哦、都学会了在舞台上我们得以展现。哦，那你比如那会儿我们还上梆子剧院跟老师学唱梆子，河北梆子，河北梆子，河北梆子，你看，比如说都是一个老生唱腔，它嗯，他这个位置就有区别。您给我们展示一下，我们听一听。你看，比如说，你举个例子啊，梆子老生分男老生和女老生，嚯、嗯哦，这也分。同样一个活同样一段唱腔，男老生跟女老生的唱法都不一样，都怎么唱、啊？你比如说他梆子有一个有这么一个腔 啊, 啊，嗯，你看，嗯，女老生啊，女老生啊。可说是我的儿啊，女老生，嗯嗯嗯嗯，还沉浸在那个状态当中。男老生就不一样了，男老生怎么唱？男女同调。哦，男人的嗓子达到不了女老生状态，是他会有这个本公音背公音的相结合，是他会半说半唱。他怎么唱？可说是啊，我的儿啊啊！哎，真他妈脆劲！嗯，这发音不一样，这就是欠呀、啊，你知道哎。还有一个呀，爷爷骂给孙子的唱，不听了，不听了。嗯，哎呀，这就长能耐，知道吗？长了。他其实那会儿老上评剧院找我去，
哦，应着名是找我玩去，实际上看那些小姐姐。哦，我当时谁都喜欢啊、哦嗯，去了跟人小姐姐们起腻，教我一段吧，是吧？哎，流氓啊，我这是。啊、教我一段，教我一段，我要学段评戏。哦，姐姐们，你哎呀，真把裤子提上。谁呀吧？我脱了裤子跟人学什么去？我哎，那会儿还小，小孩小孩小小子，那会儿刚多大？刚、啊、刚十九啊，是二十。嚯、哦，那就是流氓那个、啊。他评剧唱的不错，没有吧？瞎闹。你看，你看，又来了。没有，没有。来段吗？别去，听您的。我陪着你唱啊。哦，评剧有一个现代戏很棒啊、哦。你看那个戏呀、啊，它不一样。比如说，您看黄梅戏，嗯、看越剧。他都是才子佳人爱情生活哦啊，他最符合老百姓的口味。嗯，你看秦腔京剧竟是帝王将相，哦，大气哎，历史大故事，它不同的剧种，它不一样的故事。是评剧也是，嗯，爱情啊，家不长理不短的呀，嗯，这个故事。哦，为什么评剧现代戏还多呢？嗯，你看这个刘巧啊，这都现代戏，拍了电影了。是这个表现出来，观众能接受，好听哎。他会唱刘巧，刘巧他唱的不错，几句学过几句。我陪你一块儿啊，咱们唱唱啊。刘巧跟赵柱儿俩人有对唱，哦，小声小旦，谦儿哥唱的可好了。没有没有，主要带着我带着您一块儿、啊，我搭个架。嗯，一见大婶扬长去。柱儿心中暗着急，悔不该做事太无理，悔不该对人瞎猜疑，走上前叫巧儿，我对不起你。咱们俩谁跟谁，何必太客气，王寿昌明天他要把我娶，咱到村子里头解决问题，村里头万一他不同意，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，县里还是不同意。咱到省里头解决问题，省里头一个样式不同意。我把你卖到了红灯区，什么词儿这是？哪儿有这词儿啊？哪就不同意了？哪么些不同意？没事，您就会几句啊。评剧适合唱现代戏，是是是，但也不是所有现代戏评戏都适合，是吗？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很火，哪个呀？叫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，知道？哎呀，电影话剧都演，老人都看过。有一个小评剧团啊，学着也不卖座也不挣钱，嗯，咱们能不能用评剧演一下这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？演这戏，因为评剧咱们有这个翻这个电影翻话剧的历史啊，要翻外国戏，那是你包括当年民国的时候，嗯，很多这个老的话剧都被评剧翻了，甚至连《雷雨》评剧舞台上都有过哦。所以说咱们翻这个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行吗？呵，化妆什么跟电影一样，但是演出来确实有点欠缺。不，这应该有意思，这哎呀，您给学一学怎么演《列宁》啊，《列宁》我们也粘个头套啊。也穿的跟话剧一样，哦，马甲，背带裤，哎，列宁。十月革命刚成功，嗨，国库紧张，粮食空，哦，我，嗯，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·列宁，呵，我命瓦西里去弄粮食，哦，天到值班时分不见回来，你说这是咋的了？你什么味儿啊？这是。嗯，此前想后叫我放心不下呀，要唱论顿大大大大烫了浪忒雷烫大铺得烫，嗯，列宁家作克里姆林宫，哎呀，叫一声斯维尔德诺夫上前听分明，嗯，我命那瓦西里去把他粮食弄，天到了值班时分不见回城，呵，还甩腔。旁边斯维尔德诺夫也得唱，他怎么唱？叫一声列宁同志不要着急，为此事我问过简尔人司机，这都什么人呢？他言说彼得堡交通不便利，嗯，抢到了粮食可木有车皮，哎呀，瓦西里工作一直很努力，
你就放心吧，我那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，好嘛，非唱全名不可了。这后边瓦西里就来了，还唱呢，唱肩板，怎么唱？吧嗒躺嘿躺的浪躺隆咚一隆的躺，杀出了东宫圣彼得堡，抢出粮食好几包，忙向列宁去报告。列宁同志，我把粮食给您了，弄回来了。列宁同志开心了，他说腿好了。对，这是正味儿。我一见瓦西里把粮食弄到，哦，不由我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·列宁喜上眉梢。太闹得慌了，时间紧，任务中困难不少。瓦西里可算得什么呀？一个好宝宝。什么词儿？这是